今日咧就會玩呢個 FXXK 嘅 Ferrari。呢個咧我已經玩就嚟玩曬，剩翻兩日嘅啫。而家我就玩 Stage 7嘅 Go One。好配兩環可還再經調查者是睇先，但係我哋唔可以小事就分心。今日要舉辦 XX 計劃，下一場賽事喺 Hackering。首先，大家都想證明自己，讓我哋不被超車贏得這場比賽。首先，這個證明實力，我唔知96度唔到。因為我聽講話要去到96，但我而家94。已經嗰度喎。如果要玩完整個系列的話，就要 4 grade 來 Stage 7 Go 1贏得次比賽並不被追車。全個系列都是 FSK。
好，我而家就會照拍埋 stage two， stage seven go to。悄悄，佐伊嚟了，你好，佐伊，你哋两离场，正面对决，怎么样？看看谁的所费时间最少，你必须第一个到达抵达终点，还得在52秒内得才能胜坐胜获胜，不可使嚟错道。嚟，好快啊！但系呢场嘢 short， 52秒系近少少，不过尽力啦，52秒，冇出界呢下先惨啊！我都話唔係演嗰個度，55.4，佢叫我52啊嘛，好目標三 go three， 喺賽道上表現唔錯喎，我睇你睇到你喺 exit 計劃嘅。在 GX 計劃中嗰度表現到唔表現唔錯，唔表現好好喎。聽講你需要嘅話，我可以俾啲意見嘅，讓俾你揸呢部老爺車更加得心應手。聽我嘅話就冇唔就聽我的準冇錯，我唔知道佢想講咩咯。你知道怎麼樣才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，並向 Ferrari 提供他們所需的資料？駕駛就是打破傳統，不被超車亦而偏離30秒，以試圖贏得。哦，我知點玩啊！人哋我都見過人哋玩，我都知點玩。三 lap 係夠時間嘅。唔被超車係夠時間嘅，我知點玩，我大家知知點玩，因為呢個我冇記錯，係要喺後邊出界咗先，先至再犯嘅。
30个金币啦，真系玩唔到，系玩唔到噶，因为你要又要赢又要咩，又唔可以超车，更加难。30个金币，应该玩唔到嘅。哇！喺北偏尼赛道吓，喺北偏尼喺北偏尼赛道至少35秒而不地吹车，佢唔系话35秒咩？唔好理啦，我赢咗先，我赢咗先。
正，哇真係好難。三十步咁咪都抵嘅呢個，抵嘅抵嘅，起碼抵先啦。真係冇辦法㗎啦，佢咁對我。好，高科，高飛人有啲啦，我覺高飛人啲啦。工程師佢哋想睇睇啊，強大嘅壓力下，輪胎喺呢個速度記錄賽嗰度表現如何？不執話贏得這場比賽，冇改噶嘛？哦，離開開一七八，盡力啦一七八，未必得九歲啊！报一七八一七八，接收接平啦。九萬幾啦，最後一場嘢，而家請我同一齊去比 final 嘅Emily 的。邊個都跑贏，誰都能跑贏淘汰賽。你能隔每隔二十秒離別淘汰，只差一名嘅距離，然後勝利。我知點玩啦，六步嘢。因為有啲我係見過，我玩過。喂 ，Emily the run， 皮卡索。Wait back.今次 receive 咗幾多高啦？同幾多錢啦？真係未知。去完先話八日九十個金幣，頭三日啱唔啱咩？啱唔啱咩？我唔記得啦。佢係有一日五個金噶，所以其實有一日應該十五金。係幾時十五金？
好似頭三日係15。睇今日幾多？你今日多靚啦！稍後。啊，15。係啦，頭三日15啦。今日嘅表現唔錯，但係呢場呢一季嘅 XX 計劃仲未結束㗎。我哋聽日 Daytona 有一場重要嘅比賽，世界總決賽。上場見，我期待你嘅最佳表現。咁今日嘅片就咁多啦，拜拜。